记得了，再接了，这几个大工作量。三百五，三五啊，三五啊，赶紧清点。现在过来人啊，过来啊。大工作在接了不？哎，大工啊。人有啊吗？都有人啊。过来，谢谢。何志姐姐，你好，姐来我讲咧。我先来画蒜泥好不好？画蒜泥都无，你先给咱煎了不？来，来要吃雪啊，白带我先买啊，白带我先买，白带纯粹一个我先买的。我白带这拢无，你先买买着。来，白带要吃人家，卖互恁家一千块八百，这拢重口啦吼。哎，买无你先去包，包十四分。十四分啊，这白带重口，你都会收盐打针就好。要吃卖五包，卖四包，先给一个三包啊。来三包。有人要吃白带的无？三包吗？沙包，有人要吃那沙包？沙包。哎，你两个吃什么炸物来讲嘞？后边做些炸物的嘞。啊？哦，带来没有？看你要吃，我带来先来边。哎，沙包，有人要吃白带的无？沙包。春节拢无嘞，白带的给咱春节嘞，这白带的甜。有人要爱无沙包？还是你要吃什么？你要老讲嘞。要吃鸡腿，要吃炒羊肉，要吃炒牛肉，拢总有哦。哦，物件足多啊，我带来要寄迄个。啊，无你要吃龙虾无？我来发龙虾好无？一个收个。有人要吃龙虾无？恁先甲冰起来，我再来我寄条龙虾遐，你看啦，好无？哎，我这条过来。恁若要沙包，我这条过来。恁寄来真真吃起来啦，好无？这收米酒、收红酒来真，你先寄钱，我这包这条卖过来，一盘过来啊，一盘过来啊。沙包有人要吃嘞无？沙包好嘞。三百啊！二十五个尔，三百人要吃无？三百，白带鱼。有人要吃白带无？三百。哎，三百。你存钱了？哎，拢无。我无安尼啦。我一条给你。四个了啊，先给。好啦好啦，凊彩啊凊彩，来四个给钱啊，唔免五百，四百要啦，三百啦。边啊啦边啊啦。加三四条去吃，三百，过来啊，三百过来啊。有人要吃白带鱼无？三百块。来白带，你自己弄好无？来，一百先去包无？来三，你先去，你先刷出来，先去包起来，然后看是，来三包要来无？三包。三百啊。拢有啊，都有咯吼。我搁招一个客气咯。我一个人加三包。三包。啊，你有要白带卖炒？我今日有咧欢喜个，暗时你困咧做面嘛？搁一个人加三包。三包来啊。来掏钱啊。谢谢，感谢哈。这条去，来我来讲。上面白带。有。来掏钱钱。我看了，你有当选择买到无买哦？你若无爱买，有当搞广播来哦。来，你如果买白带，即盘你给我开的，即盘你给我开的，你两个只咱买剩的白带给钱哦，两百啦。来两百，两百块，只要送啊，只要送啊。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包一百来啊，拍摄，一百来啊，好，好你啊，来两百，拍摄带一百来啊，你有买不买啊？算你，你讲要签呢？算你。一千，啊五百，三百加两百，五百啊。你两百只鳕鱼的无？这叫虾哦，比目鱼，这是鳕鱼，鳕鱼头刀咯。伊这鱼啊嘛是入口即化，你等下收完之后来蒸就好食。这蒜泥你凊彩煮，阿基嫂有讲过一句话，蒜泥这种物件你要煮好歹食，你算无简单。伊这一包金华虾是只，这种只磅的吼，伊这一斤菜只头是250块，一包磅个头是350至400块，这只边蒜咯，只边蒜，3块加3块者，700，我免让你加700，你要食蒜泥的人家，我来讲。600，我啊五蚊先给钱，五百来。来五百啊！五百块来，500块。哎，五百。有人要吃那个鳕鱼的无？500块呢？500块，有人要吃鳝鱼的无？500块。五百。哎，恁家有要搁吃虾啊无？我虾剩两箱块呢，恁要吃虾来讲。阿姊我来讲哦，这包蒜泥恁就拿韩师傅的人叫我来买，你甲真真食食。我三斤蒜泥卖恁500，一斤蒜泥卖恁80块尔。啊，我你听好吼，最后全家拢无，恁钱啊起啊紧的哦。三箱结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十个人计，该你一五个，只个你一五个，这两包总计三斤，免500，4、5、3、5拢做唔免，全部一瓶五个客钱，两包总计三斤，上先客钱的先赢，200好啦，好你算啦，来200，我先来，真要你算话啊，我来给你画300，好你接啊，好你接，不然你画三百啦，两包你啦，好你接啊算。几个？四个啊！你也无好我。四个啊！四个你六个啊！四个你六个啊！四个两包，今日最后一个。六个。我来讲啊，这拢三百啊，今日有几条线啊？几个？几个？几个？三条线。拢好无？好啊，你过。好啊，算你无啊。三条线。算你无啊。在你某家子。来客气，我要台式个唐扬鸡腿，我你包我听听咯。台式个唐扬鸡腿，哎，多少我们吃的？
这退费袂当做啊，这免做啊吼，这一包卖五包，卖四包、三包嘞。来，多三包。我一包过送你，来一包过你，来一包过请你，来三包嘞。走啊！走啊！我无啊，这你看会落啊，你看会落啊。六万块无啊？六万块无啊？好啊，你今日包啊，今日用用啊，今日我，好啊，我来落啊，我来落啊，我来落啊。好。来，志雄，你买咩啊？志雄无啊？志雄啊，我来讲你，伊那人个你要注意听。伊即人咧讲话蛋黄芋丸，蛋黄芋丸，伊即内底有十二粒，你就甲真正咧甲记起咯。即一包外口就百外，两包就三百，我到底要发两个啊？加油！即两包芋丸卖互你开三百，我嘛无互你开二啊公。一个人买两包，就会用尽量钱，互囡仔做早餐、做点心、凊彩两包了。来两包，有两个炒芋丸咧无？来，我一包阁送你三十六块分，你豆豆煮三十六块，两包我。一二三四五个人家来两百了，我两百了。两百。再来啊！再来啊！没有了哦，我只要无啊，我搁加价，我搁送你四十八粒两百啦。两百。第二个你两百块带钱给我。两百啊！哎，拿起来啊！来，对。两百组。两百个我只要无一包完。好的。我两个没有，我没有了，两百。哎，两百啊！拢有啊。而且真正真也足香的嘞，真的嘞。很好吃啊。哎，恁无买人家，敢会当买两盒当去食看卖无？一百块试食看卖好无？拿一包。你试食看卖好无？这真正真正的有够香啊！做点心落来，一百块。对啊，对啊。一百嘞，再多买一百，超值。OK。一百够买来无？一百。一百，谢谢。这两个两个两没有了，一百嘞。来，来去，你莫去做搞去车顶头去。最后两个一百买来无？一百啊。老板，我白听啊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。来，还是要不你来算我？哎，恁这红包够买买买，存这三两卖再留好无？这三两红包，这三两红包卖卖好无？恁够买红包的无？这大粒红包我倒袂去注意啊。这当然你也要注外哥爱两外半的注意哦。这一粒红包卖六百卖五百三个俩拢无啊，先给钱两百来。来两百啊！有两个红包无？两百。这门口路吧，这门口路吧，这红包就两百。两个啊！来红包红包都起，红包都起。两个啊！两钱就一间房。来红包个。红包还有来台下这边的，红包够多少？红包，哎，红包要照吃吗？两百还有要吃吗？红包，红包够多少？我两百了，不能卖个太贵啊。帅哥，你搞咩啊？这大粒的呢，这用我小料当吃啊，这够人吃，红包卖两百的吗？这等过来两碗半的水啊，拢有啊，有啊，之前我留一杯吃啊未啊？来，你讲讲先，来。来，加你帽子东西。啊好啦好啦，我至少先卖袂了恁好啊啦，好啊，你继续包啊。好啊，至少我先卖袂了恁啦，你这是莫走，我先卖只了恁啊，你紧买啊，其实我这若要卖早就煞啦，来啦，无紧啦。好啊，来啊，最后一届啊，虾仔拢无啊。来，你来我这头，你着买虾仔就对啊。来我这头，你着买虾仔就对啊。来，你好，你起来坐，姐你甲照用，你去后边含芒果照用，要不要刷个宾馆？少点，做位了。我坐了。好来。我未叫高音过啊，高音好难啊。哎，你干哪要吃乌鱼子无？乌鱼子干哪要吃乌鱼子？来叫人叫我。大姐啊。大姐啊，我遐刷啊，吼，抢了啊。第二件事情报告。抢光了啊！金贝啊，要吃遐金贝啊。来叫我。来，红卡红脚的，大只的哦，三叔啊活动的哦，哇，来阿爸一个，阿爸一个，这活动的这是啥？伊这活动的遐，咱咧煮这会 Q， 这会脆，这会甜啊。今仔要食遐，人家卖三千、两千好不好？千五好不好？那我们先给钱一千五啊。来，钱哦，钱哦。有人要食遐无？一千块。来，白虾一千三，要食一千块。有人要吃蝦的无？一千块，真正啦！我蝦恁一定爱买啦，甜啦、Q 啦、脆啦，真正啦！一千块上面一千块，一千，这两块给你啊，一千块。活动的啊，三叔啊，大只啊，你若买一千块，这也够你啦，这也够来。你甲冰啊冰啊过年，无紧，你若甲我买一千块，人家我这也够来，三个加起来一千啊。来一千咯，一千块上面吃活动白虾一千块。有人要吃活动白的无？一千块咯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人要吃一千，一千块一千。一盒剩250，啊无安尼啦。我之前带剩3，你若买着，即个先多，你寄上来啊。你今仔先寄钱的，我带剩这3盒过来啊。三个人寄1000啊。来一千块。这免考虑啊吧，1000块。来1000块。来1000块，人要食白虾无？1000块。
白个有人要吃无？一千块。千。白个有人要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白虾。拢有啊吗？都有吗？一个人就出手尔。头前咩？喏。对啊。一千块咯。最后你盘上面一千。来千咯。个人要无？一千。还有人要吃吗？一千块。来千。一千个有人要吃无？白虾。拢有啊吼。恁若食袂了，你想要买两盒试起来无？我嘛无解送啊贵哦，四百咯。啊，四百啊！小家庭你食袂了，啷个？来掏钱啊！四百块试起，够食袂了要四百。行，该你掏钱够食了。OK， 两个啊。目睭还好，四百咯。哦，四百。四百够有要爱无？最后一千块，我真正很想说，四百够有要吃无？四百。四百块还有要吃吗？等下你来看，我搁搁这个虾起来贵大，然后送我恁免钱。謝謝哦，真正收了了，你也刚刚吃另外人，马上搁加十三号呢，四百拢有啊、哦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我卖袂少吧，我都袂到遮少，你袂少，你若好会客了我，就你帮我收过。好啊，我过来，我甲恁讲，我来画一寡基本款好不好？我基本款先甲恁卖一下嘛，啊，这基本款是啊，一百来好就客个，来姐你撇两千块个，我先卖一个这基本的好哩，来，伊这个，哎，伊这叫柳叶鱼哦，这大部分全部拢冻了吼。来卖好，你爬去车顶哦，麻烦客客两三包鸡腿哦。你若要食鱿鱼，人客卖三包，你也方便哦。这头尾拢两个保证，一个去来吃。我十只给你哦，十二只给你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卖三包，你也方便，两包送得起来。两包。我鱿鱼你也真的无容易客来行，两包，人要食鱿鱼无两包，莫骗人客低调，莫骗人客。